那这一次刘小妹的惨案，让我们看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。当我们全民都反对废除死刑，而死刑还是我国依法合法存在的制度的时候，为什么死刑定谳了还不执行？哦，所以我已经正式要提案修改刑事诉讼法，把刑事诉讼法这个条文做一个修改，在461条当中加入非嫌有理由者不得为之，意思就是你必须要完全符合这里面的情况，没有符合这个情况你就不得为之，不得为之就是你要闻道三日，你要立即执行。修改刑事诉讼法堵住法务部的巧门，不让法务部再用这种方式，然后在这个法律没有修正完成之前，我还是要再一次重申，请法务部立即实施执行死刑犯的动作。死刑不执行，人心难平，只有执行死刑才能够实践社会公义，才能够让司法的公义跟社会的公义能够两相结合，否则我们认为这种司法机关的动作反而是背离了司法的公平正义。